这就是为什么要打要预冷的原因，是吧，傅雷？你看这菜的中心温度，它会温度高，烧菜嘛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对，我来啊。问题是那个
要打两个，完了拿叶子打黑了。嗯。然后都烧了。是的，两分钟算两分钟，四分钟都不到两分钟，大概一分钟吧。
可以开了啊。我把凉一下，我走。